恭请根本上师上香。所有的堂全部都同上，道理都是一样的。这个同上，讲到这个同上啊，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的，就说伦敦不是经常大雾吗？那雾呢起来的时候啊，开车都不方便，
啊，很多人上班都除到，那么他们的大公司呢，这个除到的理由就写着这个大雾明啊，所以这个超北这个塞车，所以这个除到的理由，第一个写这样的，那么第二个来的人呢，根本都不用看。就同上，就是同上了。嗯，他有一天呢，这个第一个来的人呢，也除到，但是不是说，是因为是他生太太生孩子，所以除到，那他就写说我太太生孩子。那第二个来的人也不看，就是同上，一下子那个公司啊，差不多有那个五六百人都生孩子。所以理由哈、啊，理由不是一个，理由就是有好多的，当然也有支援台湾的战士。也有呢，只顾自己做生意；也有呢，根本他没有心呢、啊，把自己的堂发扬光大。应该讲起来呢，啊，人大部分都是有私心的。你能够为公，那不得了，那是圣贤呐、啊。或者君子，他才会为公。人大部分有私心，怎么讲呢？又有一个就，那有一个人呢、啊，他这个会计啊发薪水，在公司上班发薪水，少给他20块钱。哦，他就找那个会计理论，你为什么这次发薪水少给我20块？那个会计就讲，我上一次啊多给你50块，你为什么没有讲？这一次少给你20块，你就大嚷大叫。这个人就讲，这个第一次错误。是可以原谅，第二次错误就不可以原谅。这是表现什么呢？就是人的私心呐、啊，人的私心。我要问台湾所有的分堂跟的同修会。你们真的都能支持台湾雷藏寺吗？没有。啊？好了，我不是问他，我不是问他，我是问所有台湾的所有的堂跟同修会。所以讲起来啊，人大部分都是有私心的，不能讲说完全为公，当然为公的也有啊。这个是圣贤跟君子跟菩萨所为，都是为公。那么人本身啊，大部分都比较私心的，你看那个。每一个人在看照片啊，团体照，他第一个一定看自己，他不会看别人，因为别人再怎么样好看，他也不看的，他先看自己照的好不好。台湾的这个各堂各会，可能都是看照片不看自己，看起来都是圣贤君。
这个有时候也是有这个，有时候也会出错了。等到他帮助了台湾雷藏寺以后，他发觉，好像错了，应该要帮助自己。